像提到的就是奈维尔在今年赛季，我们先看这个传球，好球啊！哦，这个 Lily Pace 传得非常的漂亮。看一下刚才这个传球，哇，这个球啊，用见缝插针还不足以形容这个球。掉给李燕，回给，再找李燕，哇哦！这个球比较可惜，卢冠轩出现失误。那李燕最会打这种 pick and roll 的合作，对，而且他是会动起来打的球员。布邦前面快攻的机会，再回给 Siler。这一球其实张宗宪从在快攻时候已经看到拖车跟进来的是 Siler， 把球送给他。其实很重要的关键是在于说，当你大个子或队友肯跑的时候，你要适时的要懂得分。这球掉了。李清明打开那个上篮出手距离，所以李清明这次也刻意把速度放慢的，他没有刻意把速度加快，这也是他在观察在防守球员的一个位置。而且这球你可以看苏一现在算脚步了，不过李清明更聪明的，他反而在空中做一个小拉杆的。那今天可以看到在整个金九失误，林书伟再上手球，好球，交给林志伟。哇，这一球来讲也要称赞一下林书伟，他从在一个余光景看到拖车跟进来的是，谢谢队友林志伟。